村民上来所说无助发心，无助不失注意，借由清正二字，真实不忘以全信也。金刚经说到这个地方，前面我们看到世尊的确是苦口婆心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反复地劝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无所住而行布施。姜维农居士的讲义讲得好，讲得很透彻，我们的戒要不到他原文的十分之一，不到啊，我们取的是他的经义。如果要把讲义像这样子通通讲一遍，每一天讲两个小时，我估计要讲四年了。那个《金刚经》才讲得清楚啊，不容易啊！所以我取它的时候不到十分之一，我这个讲演的时间是定四个月。字字句句经含无量意，他的这个注解也做得好。江居士在《金刚经》上用了40年的功夫，皆行相应。他真做，他要不做，他就解得没有这样透彻。他做到了啊，所以他才解得这么透彻。做不到，你看不懂啊！你看的，你看皮毛啊，你怎么会看懂他的意思啊？佛前面所说的教导我们，是世尊亲证的境界，也就是说，从日常生活当中，他做到的。不是他在那里理想，想象是如此，不是，他做到了。他做到些什么？就是用前面这个方法，这个原则，应无所住而行布施，他证到无上菩提。正得圆教的佛果，他用什么方法证？他就是用这个方法，这是他亲证而知，真实不忘。佛在这里劝导我们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